对法师，对同学，真济。正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40面啊，740面倒算第二行对经文看起啊，第12佛名无上法，第有无所诸菩萨众。盖不退转，智慧永明，已经供养无量诸佛，故大精进，发处一行，有七日中，即能摄处，必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，殊胜菩萨皆当弘行。第13佛。名曰无畏，必有790亿大菩萨众，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，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，但说其名穷劫不尽。这个一段呢，咱看念落的注解，由文采注为译，也空经开译本，若参经同译，即啊出处第一句，以第12佛应知第12佛刹，按照第二号经的理，拢是咧讲十方佛的刹土啊。这个第12佛呢，也应该是佛刹的意思。第12佛名为无上花。譬如为一，以第12佛名曰宝藏，容一即为也宝藏佛国。佛国呢，就是刹土。只有第12佛土显弘行菩萨之德，也是列故，就是讲故真理，是圆的。坚固之法，不退转化呀。介绍那边的大师所修坚固之法，大师是啊，发心菩萨之亲，就咱亲观世音菩萨、亲观音大师。啊，弥勒大师、文殊普贤大师，这拢嘛是啊，顶格菩萨。啊，最低一阶位是梵高初诸菩萨，《华严经》上统称为41位发心大师。所以18界内面的菩萨佛。拢袂当称大师，大师呢一定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才会使称大师。因呢，确实完整三不退啊，所以啊，称为坚固之法，不退转呀。这些大菩萨跟法官弘行极乐世界，
啊，只有佛提菩萨也往生极乐，意义为何呢？也因为什么要往生？伊若无往生，嘛会成佛。为什么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呢？如啊，《大论》中《大智度论》啊，写一个文集，问我菩萨法应度众生，所以但知清净无量寿佛世界中，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呢？但我菩萨有两种，一者有慈悲心，度益众生。那伊暂时无去极乐世界，那第六道是法界来对帮助众生。啊，帮助众生这两项代志，帮助初学呢，是啊，帮助伊断疑生信。那帮助修行已经有真好的基础呢，都是第二个目标咯。帮助伊破迷开悟，也破迷开悟，不必诸行方便，无垢有往生净土。凡夫经常常讲的大心凡夫，相信大乘，修学大乘，发心求生极乐世界，这叫做大心凡夫。以这个一生而成就，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咱知影，这个人生去倒位呢？其实咱拢嘛是属于这类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反省动机土啊，什么身份也是人的身份。啊，极乐世界有人天，咱去遐拢是人的身份。啊，道德水平高的人是天人的身份。不过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就会得到阿弥陀佛宏愿威神加持啊，改做阿维瓦地菩萨啦。换一句话讲，虽然是同基土内面的天人身份，到极乐世界所得到的殊胜利益、智慧、道力、神通、福德的发心菩萨顶顶，这是不可思议的，这是西方世界无的啊。为什么叫做世界有呢？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在印地发四十八愿，五戒修行，四十八愿，愿愿圆满啦。所以是阿弥陀本愿功德威神的成就，安利加持得到的啊。
这是他方世界所无的。这个世界就掀起无比的殊胜咯。这个菩萨是不是不知道菩萨啊，知道这个事情，所以菩萨有两个选择，慈悲心得当的先度众生，真像地藏菩萨所标榜的地界不空，誓不成佛啊，先度众生，然后才考虑家己，甚至说完全无考虑。第二种呢，都是诸佛功德。六，都是诸佛功德者，即一生清净，无量寿世界。好道为众生者，即无佛法种处。这第二种，伊也落到集诸佛功德，为什么呢？将来的十方世界度众生，会度个真彻底啊，会度个究竟啊。那像伫学校读书，慈悲心重呀，无毕业的，就出去教学咯。当然，有时阵会力不从心，为什么呢？家己无证得圆满。那另外一类呢，伊毋是无慈悲心，伊也要证得圆满究竟的佛果，我才来去度众生。度众生的时阵，一切无碍啊。会当讲是两种人，本源有差别啦。落到集诸佛功德，这落就是欢喜啊，爱护啊。到集诸佛功德，迄就是无过有极乐世界，所以啊，依旧到一生清净无量寿世界咯。就是叫做世界，也选择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真正一点都无错。经文里面有甲人讲，啊，凡是生到叫做世界，凡是当基土，啊，下品往生拢不例外。你每天拢会去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真正是无量无边啊！啊，安怎去参访呢？伊啊，分心去参访，化心去参访。在心礼敬拥护修福，你讲伊一天会修偌大福报呢？供养一尊佛的福报就不可思议咯。伊每天会当供养十方一切诸佛，但刚修供养也修福啊，除修福以外，听佛讲经教学。修慧啊，所以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福慧真紧，会使讲对圆满。啊，这是他方世界，
无这款代志啊！如果有，世尊一定会甲咱讲啊。那世尊只是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这点咱都要特别的留意。那、这个下面这两句拢是大论讲的，好多为众生者，好是爱护啊，爱护多为众生，众生太苦了。啊，咱啊专心专力去个帮助，那这类的菩萨就即无佛法啦，佛法种处。这个、世界无合法咯，无三宝，伊去这所在去，那慈悲心嘛特别重啊。有论祖文，你。净净心嘛，菩萨者，无净着清净心的菩萨，初地以上啊，七地以凡诸菩萨呀。这是一个讲。也高，也高诶，徒弟，是玩高诶。做主，凡到初主到七主的菩萨，这马龙见性，那是个降一顶，那就是十进位，通到天台。通教所讲的初地到七地，还就是咱这个所在讲的初心到七心。七心是阿罗汉啊，诸菩萨的也能现心。能现偌济心呢？六百六千六万六亿，六百千万亿，无佛国土，悉作佛事。阿罗汉啊，会做会到。那十心菩萨嘛做也到，要速作心的三昧乃灵，非不作心。这个作心就是立定。咱伫地藏经上看到，光目录拄着阿罗汉。向阿罗汉请教，伊老母伫在世做不善的业，现在生伫什么所在？阿罗汉立定，立定伊才看会到。做定了后，伊讲，伊老母伫地下内底。
伊遐咧受苦啊。甲公墓女念佛甲超度，念清净。阿罗汉若无入定，看袂着啊！法身菩萨都无讲咯，法身菩萨毋免去入定，伊功力悬啊，行住坐卧拢在定中啊，伊心袂散乱，伊啊心内无杂念啊，所以。所以见性甲无见性的作用差别真大。以作心故，名为迷迭净心。你的心无清净，一定要立定。无立定，伊心就未清净。立定清净心现前。诸菩萨愿生安乐净土，即见阿弥陀佛。见阿弥陀佛时，有上帝诸菩萨啦、啊，毕竟心定啊，法定啊。这个菩萨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因去呢就看到阿弥陀佛，看到阿弥陀佛时有上帝，是极乐世界是报中央土里面的菩萨。甲因的心平定发平定，这个咱知影，唔免讲这个菩萨，去到极乐世界，甲发心菩萨平定，凡夫到极乐世界，甲发心菩萨嘛平定。这是弥陀本愿加持，四十八愿、第二十愿讲的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该做阿弥陀地菩萨。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啊。正告阿弥陀菩萨伊嘛去啊，因为甚物去？就是头前所讲的老多积诸佛功德啊，伊去目的伫即地啊，也无正着发心呢。诸修行菩萨到极乐世界，得阿弥陀佛第二十愿，该做阿弥陀地菩萨这愿的加持，就转变做阿弥陀地了。所以就甲上帝，上帝就是十宝啊，庄严土啊，甲这些菩萨的。心定法定，心定用咱的话来讲，物质享受平定，法定呢，迄是啊，智慧、道力、神通、
观世音菩萨马平顶，即个古贵的呢，像龙树菩萨、波娑蟠陀菩萨、观性毕迦同为处女。龙树是初地菩萨，应该是这类的。有文啊，菩萨有七地中，历代寂灭，这真正入境界了。上不见诸佛可求，下不见众生可度。若下佛道，正有实际啊！啊，伫这境界内底，是毋是有这个念头？如果那是真正初地菩萨，伊袂啊，所以这地咧一定爱知影讲总通别完啦、啊，完教的啊，绝对袂，完教以下都有可能。原告地上菩萨，无始无明习气，无等真啊，分别啊执着，连习气拢等真咯。所以咱知影，这毋是原告境界啊，因为上不见诸佛可求，下不见众生可度。伊要下佛道，要这念头，要有起心动念，啊，咱知影，这都唔是原教菩萨咯。别教以前的啊，这个境界明定性现前。无佛无众生啊，修行人到有这个境界，伊就想下佛道啊，正有实际，实际就是涅槃啊。玩笑的般涅槃，阿罗汉证的是小乘涅槃，菩萨证的就是观教涅槃。在这个关键的时阵，你是了不得十方诸佛心力加宽，这边灭度，不离行无疑啊。你里边都未起作用，
这不是真正明心见性，真正明心见性叫大般涅槃。啊，因缺的境界不是大般涅槃，是甲大般涅槃相似，不是真的，也是一种错觉。也不过佛会照顾因啊，因在这个境界内底十方佛一定会现身来因说法。看到因都哎呀，用命精进啊！哎呀，福慧双修啊！啊，咱伫即地嘛知影，如何肯定的劝伊求生净土？因为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即无处难啦。这个故事就绝对无的啊！以上大论，广行论著，改名不提菩萨，愿往生极乐之因由呀。知影这个道理咯，观高菩萨也过会行唔到路。那到极乐世界，问题就无咯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地球的世界决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什么时候做得到呢？咱对理想去看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跟阿弥陀佛见面，你就得到加持了。这时阵你就做得到啊！亲像发心菩萨共款。用于什么心得到，就会现什么心。这不是家己的意思，有家己的意思就未当啊。无家己的意思，伊就会啊。为什么呢？咱家己的意思是一妄念，是妄心，迄物件障碍。无这个意思，你用的是真心。真心无障碍啊！真心嘛，都是自性。但诸佛如来所证到的是平等，平等啊！诸佛菩萨证到的是清净，清净。这个菩萨啊，伊所证到的都是啊，模模糊糊，未清楚，还是有证到。所以就爱得到诸佛加持啊，就立在这地啊。你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见面咯，就得到弥陀加持。一切是切处，你未迷失啦。这是菩萨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去？道理的这地啊，咱阁看下一段。无量寿其信论话，这是平济清居士做的啊。有名往生菩萨不可计数啊。该是如来愿力所持，功名所念啊！
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四十八愿起作用，就是咱现在科学讲的能量，佛法讲的光明，科学讲的能量，这能量非常的大。诶，接受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万物、万事万物，所以毗迦大师临终，这种实现呢？毗迦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。毗迦大师往生的时阵，令文人唱无量寿佛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上义啊，往生及观境对目，南无佛说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这经题啊，阿合掌赞愿，这是地家大师最后的实现，四十八愿庄严净土，华地不输以往何林。后前的三句赞叹叫做世界，啊，叫做世界，以前庄严，对都会来的。四十八愿的功德成就的，啊，那成就，经常讲啊，真清楚，五戒修行。无修行功夫未用你啊！啊，咱今仔日讲讲经功德非常有无？有啊！讲经本身都是功德啊，是的。阿弥陀佛的功德为家己的功德，这是对讲经的人本身来讲的。对阿弥陀佛一边讲呢，或是接受一切众生功德为主功德，公公护照啊，佛公照咱。咱的光反射，佮照着佛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咱那讲经，佮会依教奉行，这个功德就大咯。啊，能讲不能行，袂当讲无功德，无大。力量不够啊，会讲佮会行，这功德就大咯。啊，现在咱伫这个时代，对理论来讲。但行经论的理论，眼前世界上在一流的科学家，因的研究报告
啊，咱对意念，特别是集体意念，化解世界灾难，咱袂怀疑。啊，咱啊非常肯定，必定会当啊做到。这理想讲啊，思想讲呢，问题足多啊。有几个人真正有清净心？那伊多家己的力量啊都不够，伊哪会当帮助别人？科学家甲人讲，真正清净心的人，迄种的修持有清净心的人，因来祈祷才有路用，唔是一般人啊。8000多人，8400多人。对，好地球未产生灾难，这什么呢？集体清净意念的功德。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啊，咱冷静来想看卖，大概1000个人拢不容易找到，何况8000？啊，换一句话讲，灾难肯定会有。未当避免呢，但是呢，祈祷总比无祈祷较好啊！大家啊，真正做伙来祈祷，有法的内面呢，都是念阿弥陀佛。主要怎样念阿弥陀佛，都是啊，因所讲的祈祷力量。比因祈祷，遐个殊胜真多啊！啊，念佛这个能量无论比啊，什么修行方法拢比袂着，咱来相信啊！因为这个佛号，伊是因诸变化界、虚空界。一切显法的精髓啊，善中之善，善中之报啊，啊，净宗同学真多拢无认识，所以念不是讲无效，效果无大，无明显。咱是非常非常有幸，遇到这部大经，啊，遇到黄念老的这个注解啊，伊老大人注解这部经啊。引用的经注83部，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101部，
那日本啊、韩国这些祖师大德高步啊，总共等于讲，咱已经读了193种的经论啊。这个本身都是无比的大功德，咱头一部经，或者的经，启发人啊，把咱自身的性德啊，甲引导出来。因为佛啊，讲真多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照着这个，咱的自性印出来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啊，这才真正会度家己，会度众生，会帮助地球化解灾难。真正明白，真正了解了，真正去做了，真正把经典里面的义理教训落实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方法无困难。关键啊，是放下。咱今日最大的麻烦就是啊，放不下。啊，梦想太多，执念太多，这个梦想执念一定要知影，家己清净心内底绝对无的啊。伊对倒位来呢？你对往哪些来？往哪些完全是念有，就是念有意啊！啊，咱今仔的意念无好啊，意念拢嘛是往哪些？啊，转换那些为平等性地啊，就好了。啊，换那些一个转，就是咱这个经题来对平等。平等是真性，甲一切万法拢平等，无关家。在宣告里面讲，如不离法门，万法归一啦。一啦，都是清净、平等。咱用清净、平等心来念佛，那都是。一念相应，念念相应。阿弥陀的心是清净平等觉，咱虽然无觉，但是已经做到平等清净，决定去感应道教的作用。所以啊，以往无人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啊，无困难啊。咱把这句话搁再简单来讲一下：一心专注念阿弥陀佛，
头前这句重要，一心专注，是无杂念的。未受外面境界干扰，这个念头的力量啊，太大太大了。和现在科学家证实，这个一心专注的念头，阿弥陀佛这一念。可以改变世界，你会相信吗？会相信这一念专注是决定往生，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你这一念的时阵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会未改变世界呢？家己的娑婆世界改变做极乐世界，你念真正改变世界了。那我念我改变，你念你改变，一念一改变啦，啥人念啥人会改变？啊，如果咱俩集体做伙来念，会当有几十个人，一两百个人做伙念，一两百个人都不容易找到，几十个人或者可以找到啊，帮助咱这个地区。这个地区内面啊，化解灾难，就算讲灾难未当化解，也当做到大幅度的减轻。啊，九级的地震也当变作三级，有大幅度的减轻咯。这个做会到的。有主有他，拢是莫大功德啊！不过这代志对阿弥陀佛，对极乐世界，真正爱认识清楚，一心专注，则容易做到，真心仰望啊！下面这三句，火车上现，一念改会上帝往生啊！这句火车上现是无间地狱啊，诸作地狱业。决定对地狱，地狱上现前，这个时阵你会惊，你恐惧啊！你一念改悔，悔是忏悔，改就是啊，改过自新啦。啊，我知影错了，以后未搁再做错事了。这一念悔改啊，佛拢会来接你，拢会往生。说明头前讲的欲望无灵，比如世界真容易去啊。那地狱上现前，在大多数的人是什么款的心态呢？
好地獄上驚死的啦。伊敢也会想着悔改呢？袂记得咯。这个上惊着咯，这一个惊就去地獄个。真正啊，一念啊，悔改啊，地獄上现前不惊不怖啊，伊袂惊。知影讲我错咯，知影这个现象我要落地獄咯。我错了，伊会提定注意啊！伊才会伫这个时阵念往生。这是什么呢？四十八愿里面讲呢，最后的这念，一念十念决定得成。这一念就会往生。你若问讲为什么叫做世界是自性变现呢？阿弥陀佛嘛是自性变现呢？生活不离啊，性相一如啊。这是伊的原理啊！所以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也未假。但是临终的时阵，地狱境界现前，那不惊不怖，未会惊着。这是啊，智慧。啊，不是一般人拢做会到的。按家己些心处地来想看嘛，这个境界咱看得安怎呢？会好惊着未？哪讲会好惊着，就去咯，就去地狱啊！有处怎样？经教未当无误啊！经教要学个真熟，经教现前的时阵唔免惊，清清楚楚知影家己这个时阵应该要安怎处理，不惊不怖，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俗世今生所做种种恶业，拢唔能去想，就想阿弥陀佛就对了。你想到遐个罪业的时阵，罪不得现前，会记你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！特别是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想什么，就会去遐去啊！一念改变你的世界啊！改变你去倒一倒去，现在是恁倒，你连不该时阵去精神倒去咯，去五鬼倒去咯，去地狱倒去咯，去罗刹倒去咯，拢伫个最后一念。哎，明白这道理。对，现在开始啊，不善的念头，我心爱给伊放下，放过放未起，真侪人甲我讲，我真想要放，放未起啊。啊，尽量放了，后来佫来咯，佫起来咯，刚同款呢。影响家人的方法真好啊！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，
卖想家己啊。大神教内面头一个，敢是教你把家己的心看破呢？看破无困难呢、啊，是你唔知影方法啦、啊。未搁再想这个心是我，我起心动念想阿弥陀佛啦、啊，起心动念想极乐世界。呀，逐工想，逐工想，个想家己这个个未记哩，自然就无咯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啦。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。发菩提心是觉悟的心，觉悟就是未为家己，为家己是不觉啊。为什么你要有家己啊？啊，念念，为啊净化救助。念念求生极乐世界啊，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净化救助，甲苦难众生做一个好模样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啊，大慈大悲啊，咱来做一个好模样，互人看。做一个好榜样，世间人的心贪嗔痴慢啊，咱会真正做出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，这就是做好模样给人看，就是啊，诸行化他。唔免用言语，用行动。心量拓开，心包太虚，量就三界。像天地同款，天什么拢会包，地什么拢会用，啊，对也未拜贴。无厌恶，有行顺众生随喜功德，往生真正是无困难。奉戒定分修。正行道力啊，是不动观啊，正行是啊，无分啊，日常生活当中绝对未违背戒律，就是圣行。戒律对对来呢？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记录落来，迄就戒律啦。戒性即所行啊。努力啊！性行是对啊，顺道而行就是对。道就是性德。也是修德，
圣殿是道，一定要顺着道，道就是大自然的规则，大自然的运行，也永恒不变。清净一灭啊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清净平等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是平等，林大师第一句话是清净，第二句话本不生灭是平等，第三句话本自具足，是性德啊，自性本来就有啊，无对外口来啊。有什么呢？本自具足是什么呢？我哋去华严经上讲，这个智慧的相啊，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德，就是德能；第三个是上好。咱用现在话来讲，本自具足的智慧是自然现象。第二呢是精神现象，上好呢是物质现象。变化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，为你这三种现象，所讲的这三种现象，拢包括了。自然界、精神界、物质界，拢嘛包含咯。第四句话呢，本无动摇。为什么？甲咱讲，真心是不动的，会动的唔是真心，咱系念头。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就知影这是假，不是真的。真心不动的，真心无念头。最后一句，应生万法。什么物件会生万法？动就是生万法，不动万法就无了。精是体啊，动是用啊，一起作用。现有丢是万法是自性啊，有丢万法无量无边。不离自性，拢是自性所生所现，所以性行道力，一生修持是不动观，也功德成就了。
王冠是当朝人的俗语啊。是讲啊，功夫白费咯，无成就啊。啊，失不当官，就是真失，未失去，未落空，真实的成就。这段话，地下大师临终时阵所讲的，对四十八关到十不同关，这是实录啊，事实真相，引起青山不明，延年离世啊。最后讲一句句话，大师得往生咯，伊生到叫做世界。伊啊，临终时念阿弥陀佛往生，伊修的法门，伊是依十六观经修的啊。地藏大师啊，往生端内底有伊，净土圣贤录内底嘛有伊啊，天台宗的祖师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无定都是伊开个头，所以天台宗世世代代祖师，最后拢是念佛求生净土。早年伫香港，南无法师天台宗诶，念佛往生净土诶。董佛教上五台，立大圣德林寺，建文殊普贤二大菩萨，问修行之要。文殊曰：诸修行门，不如念佛。我有过去劫中，因念佛故，得一切种子。是故一切诸法。或者波罗蜜多深深禅定，乃至诸佛净遍地海，皆将念佛离生。这段故事，我想真侪同修拢知影。法教呢，原本是修禅，依照五台山，在山顶看到一个寺院，金碧辉煌，庄严无比啊。看伊外面的牌匾，叫做“大圣德林寺”。伊就入去了，内面拄在讲经说法啦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伊也坐落来听经，听完了后，甲菩萨请教啊，问讲佛法时期，众生根性，不如过去的人。修什么法门会当成就？文殊菩萨就甲伊讲：修念佛法门。你看文殊菩萨讲的，诸修行门，
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拢啊不如念佛啦。菩萨家己讲呀，哦，有过去劫中，因念佛故，得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都成佛。我所证到的智慧有一切种子，声闻得到的智慧啊，都、就是一切智啊。阿罗汉跟辟支佛所得到的是一切智，理化中相啊。菩萨所证到叫做道种子。阿罗汉辟支佛因为智慧知影一切法的真相，一切法的差别相，因知影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空啊！我想讲的，万法皆空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是阿罗汉辟支佛证到的。所以啊，因会不着相，但是这个一切相，这个、差别相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？是什么因缘生的？这个、阿罗汉伊唔知，菩萨了解。菩萨知影种相，也知影别相，所以菩萨的智慧超过阿罗汉。但是菩萨这个差别相跟种相还未过来，佛啊证到了，所以佛证到一切种子啊，一切子。这道种子是一，不是你，这是佛证到的。所以一切种子都是佛子啊，得到一切种子，这就成佛咯。在《华严经》初住以上就证到咯。是故一切诸法，不在波罗蜜多。在经教内面，一切诸法最后拢归不在波罗蜜多。释迦牟尼佛甲咱所讲的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。六百卷啦，在藏经内面，这是一部最大的经典。六百卷啦，深深禅定，这是行门啊。或者波罗蜜多，这是解门啊。解行相应。乃至诸佛正遍地海，成佛咯。佛证到的是究竟圆满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些呢，皆从念佛而生。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！一般人啊，今仔是知影讲啊啊，参禅会当啊，代替代我明心见性，也伊唔知影讲念佛，
但是替代我明心见性比参详较容易。啊，若唔相信，会使找两个人实验，一个专门修禅，一个专门去念佛，看倒一个先开悟。念佛代替代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啊！无开悟，买往生。修其他法门，若无开悟，未当往生，也是去六道轮回，未当出六道啊！念佛呢，只要肯念佛，头前讲的，一切上现，一念皆会上得往生。伊就知影讲，这个法门不可思议。做做地狱罪业的人，临终悔过啊，拢会往生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虽然是伫个反省同基础，毋过是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甲十八土的菩萨差不多。这是也无法度通去想象的啊，所以个工作是难信之法啦。这意思伫即地啊，真难信啊！啊，佛教问啊，文殊菩萨啦、啊。当阮何念？念佛安怎念法呢？文殊说：出世界是有阿弥陀佛，彼佛愿力不可思议，如同纪念，令无间断，临终之时决定往生。文殊菩萨教伊啊念佛的方法，有节奏，有腔调。文殊菩萨传给伊，伊就传出来了。所以离开五台山了后，伊个道场就提倡念佛，叫做五会念佛啦。这个念佛法失传啦。民国初年，有一位法师名字我记袂着了，伊编一个五会念佛的谱，唱起来足好听。我去找捌音乐的，我就一个出家法师，伊是学音乐的，伊家己也唱出来咯啊，也组成一个小班，唱出来了后录一个录音带，我听到，迄时阵是录音带，我听到啊，这唔是啊，这绝对唔是文殊菩萨团呢。为什么？伊迄个亲像音乐同款，唱个真好听，但是有好处，这边初期真好啊，未当捏心嘛。你叫人听到这心就会清净，哎，当捏心才会用呢。伊这个未当捏心，听了啊真好听，会当伫舞台顶表演，会当甲大家啊敬贤君。
真难得啊，误会念佛失团了。哎呀，这个法教是咱净土宗第四代祖师，也咱遮有祖师的像，法教大师的。所以啊，当时的人啊，都甲称呼做五慧法师、五慧念佛的法师。伊离开大乘德林寺，一路有做记号，行迷失道路，下摆再过来。我头一日看庙拢无咯，寺庙都无咯。即知影讲，即是甲菩萨为缘呐，是现互伊看的。文殊确实都是住在五台山，只有缘才看会到，无缘是看袂到。反省同其他啊，啊，如彼是普贤菩萨的啊，九华是地藏菩萨，普陀是观音菩萨。所以菩萨啊，修行的道场啊，两大菩萨啊，因有受记，文殊普贤该受记，若以念佛不思议故，毕竟正无上觉，这是对受记。若善男女愿借出利益应当念佛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这个标准讲出来了。按怎才会称作善男子、善女人？至少，哎呀，都是是善业道啊，也都是正业三福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标准啊。有这个条件，就会当学佛，才会啊接受三规五戒啊。第二条讲，修持三规苦作众戒啊，不还威仪啊，你才会当入佛门啊。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拢会用的。有时咱就知影咯，学佛对着学起咧，对正业三福第一条学起啊。然后佛教的教诲咧，都摆伫修行经论内底。中国在东朝中叶以后，祖师大德因提倡传统文化，就是儒甲道啊，用儒道来代替修行。所以咱最近这几年来提倡《弟子规》《道明篇》，就是根据这个教会啊来做呀、啊，孝亲尊师都是伫《弟子规》，诸心不杀都是伫《十善业道》啊，这个《感应篇》后面再来修啊，《十善业》都真正容易咯。如果若无头前的基础，
是不是也难啊？所以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古人做得到，现在人做不到？青马民初，虽然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社会上一般人无重视，不过依靠奉行的人也是啊真多啊。像我这款年龄，细汉时阵住伫农村。农村对这非常重视，所以迄个时阵社会也是相当安定，人情味真重。一般人拢会讲信用，无欺骗人。所以讲话真正算小的，不过讲一个胜利了后，这种风气渐渐就淡薄了，真紧啊就消失了。啊，现在的社会上。我已经看到了，那如你有相信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，现在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连环，这拢是不善心行所感到的。菩萨有伫这世间无？肯定伫个啊！咱相信佛菩萨有无量的分身化身，以四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众生唔捌你啊！如果咱心地宁静，有感恩的心，有真诚恭敬的心，你啊，就会去体会到啊。众生做极大的罪恶，三宝道的苦报，伊袂当无受啊！为什么只有伊家己受了，伊才会感悟，伊才会清醒过来啊？伊家己若是无亲身受这个苦报，伊也未精神啦，总以为伊是对的，唔肯认错，唔肯悔改，唔肯回头，叫做一点啊办法都无。
法律讲师甲同学捌做过分享，三千多是消福报的，你修福一定有福报，三恶道是消罪报的，你做有重罪，这个报一定要消掉。所以三善道跟三恶道的作用是平等的，无差别的。人若是讲善恶两边拢离开，伊就会出离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人创什么呢？无别项，你看清楚，那是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无完无了啊，创这把戏啊。人真正若讲，我都未去做了，到这为止了，肯定伊就救出离啊。处理最方便的方法，最稳当的方法，最快速的方法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！听闻阿弥陀佛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所以最后这句真好啊！如果若善男女，愿皆出离，出离六道轮回，应当念佛。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一定要一心专念，心内真正有，有阿弥陀以外什么都未放在心内，这点重要啊！下面搁举一例，为你法师幻别大海，在天竺至见多罗国。这是由海路去到印度，中国过去印度是两条路，北面是过丛林，就是丝绸之路。那对那边去印度，另外一条也是比较接近，坐船对广东这所在出发到印度。移到建都罗国，这个所在应该伫现在印度的东北面，这个地区东北大山有观音像。慧立法师来到这个所在，你来七日靠头，由断食与命为基，有感应啊！断食七天无食饭，无困。无食，拜到第七天，感应现前，福建观音现之金身啊，
一波莲花追秀莫定弯，如有传法助你利他，为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观音菩萨加慧立法师，法师就给法官繁华理性，心地真诚啊，不是真诚无感应啊，真诚到极处，佛菩萨就来了。看到观音菩萨像，这个水像非常的稀有，过去净云法师在世时阵，我们头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，30多年前了。伊甲我讲，就伫前2-3年也未开放，伊去普陀山去朝拜啊，观音菩萨，香港两位法师，大陆一个法师，陪因去调音洞，观音菩萨定在伫洞内现身，因拜了半点瓦经，看到了。那只看着相，菩萨无甲因说法，无甲因讲话，三个人拢看到了，但是三个人看着相无同款。圣严法师看到的观音菩萨金色身，地也毗罗无。啊，坐伫莲花台顶面，看了这种相。第二个呢，啊，是香港去的，因斗阵去的，伊看到是白衣观音，是徛的，手里提着净盘杨柳徛的。那大陆迄个法师也未歹，也看到了，看到是一个出家比丘像，拢看到了。你看咧，三个人离开了后啊，一个讲啊，看到拢无同啊。菩萨啊，随众生心，应受地量啊。菩萨相对都会来，感应的无错啊，咱家己心内所感的，菩萨绝对无分别执着，那无分别执着，伊无起心动念，完全是感应啊。慧立法师所看到的，这个感应无比的殊胜，菩萨还佮因讲话，教伊念极乐世界
阿弥陀佛。可见呢，净土法门胜过诸行啊。那现在，咱那生在这个时代，感应真多。那咱总结各方面传来这信息，感应信息，都是念佛啦。而且佫传一句话，都念佛法门。其他法门拢未符咯，这个话啊意思真深。那个算命讲念佛法门，伊的功力啊超过一切的法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都比未着念佛法门。啊，这个意思呢，在过去乾隆年代，朱焚灌顶法师所讲的完全同款。法师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的解，这个注解是伊做的。内面有讲过，如果咱啊犯着重罪，什么款的经典忏法拢无效，这个罪太重，忏都未起啊。最后要有一个方法，念佛求生净土，会当消极当的罪业。这个意思相通，啊，念落地即个总结，净土法门胜过诸行。他如天亲大师《无量寿论》，马明大师《起信论》，地价大师《十二论》，以及英明天如初释。连敌诸大德，所有述作，莫不温困啊，赞叹啊，都往西方，绝无起色恶人之书啊！咱来相信啊，这些菩萨、祖师大德，不是凡人啊。咱来相信，哎呀，依照这个啊教会认真努力，下面讲佛福五顶行动上贵，咱那生地佛发的时机。法律无穷，但拄着的是个代志啊。佛法啊，要到极处咯，真正无佛，无立足之处。无佛比什么都较艰苦，那无坚定的决心，你会走投无路啊！你是不是向魔去投降呢？太罪太罪了！
独立修行，岂无错路啊？无人知影，无人修到这法门，行到歧路了，行向偏狭了，这是肯定，一点也无稀罕了。六合百回不信，心乱颠倒，如果腹黑啊，如鱼自过啊，正不及时，大苦随后啊。这讲灾难，啊，伫今仔日绝对唔通丢毒不管啦。百回不信，就是有无不管。侵乱颠倒，颠倒就是这世间啦。世间的亲情，世间的名利，五欲六尘，绝对唔通贪恋啦。下面的两句是讲古痴无智慧啊，慧果破黑呀。啊，鱼收到沙坡。未当回去了，就死路一条了。所以啊，前不及时，大苦随后啊。这个大苦就是三毒啊。贪嗔痴慢，那是我无断。精进未当放下，无论修多一法门，拢啊无效啊！依个明性，莫敬他求啊！因那你爱讲我，爱回头，专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你都丢了，这条路确实，正像经常所讲的，无困难啊。只要真正发心，经常讲得真清楚，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。菩提心，简单讲，还有大师讲，真正求往生啊净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啊菩提心。啊，我这一生我什么都无爱，什么都无求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其他一切拢放下，无一个未成就的。而且精进成就，这是事实啊！咱伫这一生当中，真目看到的就未少咯，你敢未当相信呢？以上正宗分经，分经。正宗分到这所在，咱就学完了。后面是流通分啊，流通分有六品，疏分有三品，这是大经的派头啊。啊，虽然分量无多，
伊甲花言发华是同一类。哦，今仔日就学到这块。